大家好，我是雨杰，我是六甲高中高一的学生。我会想要学吉他，是因为其实我从小到大都很喜欢吉他声，我觉得女生弹吉他非常帅气。音乐会让我就是有一种可以自由自在放空的感觉，就是会让我觉得其实还蛮幸福的，有音乐这个东西存在。我觉得很酷的是，我学到一个就是可以用打的打吉他，我之前都不知道有这种事情，然后也不知道有这种曲子，我觉得很酷，然后英文老师都有教。我想要变成像陈绮贞那样子的女生，就是她可以自己编出一首曲子，然后也可以就是把一首歌就是改它的旋律啊，或是歌词，然后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出来，我觉得那感觉很棒。英文老师是世界级最棒的吉他老师，因为他真的就是感觉就是吉他界的神一样，他好像什么都知道。经过生活着的思念。
tonight. 谢谢。